悬疑问答。同修之前他收养了一只流浪猫，前些天猫自己开门跑了，20天后同修梦到跟别人说想要跟自己养的动物解脱缘分，得给他们送50个圈，那个猫也在旁边，请师傅解梦。50个圈还不知道啊，一个圈小房子里面不是都是圈的、哦、这是小房子呀、哦、对对对。哦，像这种要大概要多少小房子、啊、21张嘛，差不多了。好的好的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。